太难得了，而且我既然让你们看到，我就是让全部的女生都穿得到，因为有 S 号跟 M 号跟 L 号。这个有点偏橄榄绿，我很推哦，它非常非常的时髦，而且你看到西装裤可以把我的屁股变得像牛仔裤一样小，这真的叫做不可思议。它是有微弹性的那种吸料，然后挺料不皱，然后它就是很简约但高规格高质感，非常非常的舒适，然后瞬间就是坠落的那一种垂坠度。我觉得它主要是版型跟面料都太强太强了，我相信西装裤很多人在买，但是应该没有买过有弹性的西装裤，今天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好吗？跟着巨人狗时髦大走走，请给爱心哦。